习惯这个冷了，因为以前就会觉得说好像很冷的样子，但是好像来了很多次之后，就发现哦，习惯了这个季节参加东方风云榜。就黑色，就倒没有啦，是可能以前都比较偏浅色系，可能今天就穿了个黑色。最近的行程吗？最近的行程就是，刚拍完了 MV，对，对，也可能在准备行。哎呦，小军，鞠婧祎有请。就不停在后面说天哪，我红毯要怎么走，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最后可能是1分钟的红毯，我大概走了